第二，我昨天希望大家先把坐姿改正好，坐的姿势身体。七字坐法为什么有这个七个姿势？啊，七个姿势大家都记得吧？我宣传我的东西，我那本最初出来的书，现在规矩上是七种语言、八种语言翻译我那本书，你们不知道，德文、法文都有，倒是日文没有，韩文也没有，外文翻译的很多，从英文开始，就是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我当时开玩笑一样写这本书，谁知道天下的事情啊，有意摘花花不返，无声插柳柳成荫，奈何正这个名词用这一本书七国语言都有翻译的，你们不知道，我也不宣传，从来也不提，因为宣传这个干嘛。里面重要讲七字做法，这里一个女同学，当年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打坐姿势要跟人照相，就叫那个陈美玲照相，年纪还轻，还没有买个照相机，换个运动服，就在房间一照，现在七种女脸上的像都是她，她要二十几岁，现在也到五六十了。那笑话天下事，何必求名呢？不求名，有时候有意在花花不发物，这个玩玩的变成重要的书了。我讲这个干什么？里头讲到七字做法七个要点，这是傅金亮说的。当时坐姿为什么叫你们那么重要？关于健康，不止健康，活长寿一点。你们真假修成，最后要你们年改的我走的苦痛苦路线走完了，叫你们注意修行地道真，懂达摩禅真，你看不懂的。哎，等一下给你报告。你们这里学的很多，学的现在不深入读书的，读古文的书，你看为什么看不懂？因为古文基础不够，又记不懂魏晋时代的文章翻译。你们现在看都看懂啊，现在的教育中国字都认识，要了解中国文化，每一个方块字有很多的内涵意义。我常常说，中国文化在中国的方块字里头，真正几千年用到只有一两千个字，真正打大学文章了，认识中国字一两够用了，几千年文化上下古今跳不出来了。每个字里头有很多的含义，很多的观念观点在一个字里头，所以写古文叫字斟句酌，四个字，用一个字念就有念，换来有换，包含内容。因为文字学，哎，我知道了，小戴看到了，因为文字学在为史上讲，刚才跟你们提过，心不相应养神法，它有独立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假的啊，假代号，它有独立的一个流传的作用，你改变不了，因为它文字念语思想本身有个独立的，说心不相应行，属于这个方面，这就是科学。这为是二十四种心不相应心。那么讲到这里，跟禅宗的差别，我岔过来了，我话又岔开了。有个禅师，唐朝的时候，禅师们啊，穿得破破烂烂，很自由的，衣冠不整的，
坐在那里喝茶，对面一个大法师佛学家也是和尚，脑子很严肃，很端庄，很庄严，和很多人围着他来听他讲佛学。这个禅师一边喝茶一边拿着耳朵注意听他讲的是什么。我一听是法相学的大师，我也是学大师。这个禅师就端个茶杯慢慢过去了。咦，法师啊，你好啊！修禅的人都是古道窈窕浪荡的，不守规矩啊。哦，你好，这个法师，好啊，看到都是出家人，人家行礼也会。啊，请喝茶啊，法师啊，你那么多人都听你讲的什么？法相所为师哦，我也听到。哎呀，法师了不起，大师大师。那我大家请问法师一句话，能不能给我指教？啊，这个佛师嘛有价值的，好吧，你就说吧。他说，为师嘛离不开百法名门喽，百法名门论。啊，是啊，法师说是啊。那昨天下雨，今天晴，是哪一法？昨天下雨，今天又晴了，哪一法？把这个唯识法师认住了。哎，他就得不得？喝茶，喝茶，喝茶。对。那你还讲什么法相说啊？这位唯识法师，哎，他也很好。那请问你一定是参禅的大才子，我请问你，这首先，哎，这个容易啊。这位讲为什么这么容易啊？他昨天下雨，今天晴，所以二十四时。一天二十四个，十二个时辰，分二十四时辰，所以二十时中，心不相应神法，太透彻了，哈哈一笑走了，这是心法，你没有办法叫说，请叫他下雨，下雨叫他请，你改变不了。第六意识改变吧，那这个很容易啊，这个你都答不出来。所以二十四时钟，二六啊、哦，我讲错了，所以二六时钟，一天十二个时辰，心不相应刑法。刑法你注意哦，天地间的相应，不是你这个思想卫生能够转变，卫生转变得了，除非你证得阿赖耶识又神通了。可以停留。我这个话的意思就告诉大家，你们年轻两位几位博士要说这个读书，所以我叫你们先读这两本书，等一下跟你讲用功。未有圣贤不读书啊，古人有一句话，洪老师说清朝有个人，要说，等一下，你们超入了，我跟你们讲，转到文学来了。中国文化，我几次也讲，讲重点在什么，在文学。我们这一代一百年来没有一个文学家，很可怜。啊，中国文化重点在文学。那个清朝的文学家就属于。宰相沙龙，你万语啊！你等一下，请江上代教授那个湖南的毛主席家乡那个腔念一下，很精彩。宰相沙龙一万语，秀才文学是半基础啊！啊，由来富贵是远如梦。未有圣贤不读书，注意哦，你们学佛
又被这边女同学们啊，光晓得拜拜圣人啊，不读书念书，那什么佛？未有圣者，常无拘念，轻慢妄，动贴真告入华虚。我要给你们解释了，坏花芒果牛皮是正的英雄，正太虚啊。报告老师，葵花芒果啊，葵花芒果牛皮是槐花，槐花不懂啊，都不懂。八句我会解释慢一遍，现在写好啊，等一下你老兄来朗诵啊。好，你现在朗诵啊，你先朗诵了、啊、来。在家三日一番日，这才闻下半句。当年读书就这样读的，现在我们就要提倡孩子朗诵。有来富贵人女梦，为了神仙不斗士，丈夫之间什么王啊，冬天正开花时，快花芒果有比试，咱的英雄正太师。你们崇拜的毛主席，毛主席的小同乡啊，他是毛主席小同乡，共产党在这边闹，他跑到台湾，那个时候小孩子就跑出来了啊、他们小同乡，毛主席的读书的声音讲话的，那就是他这个调调。那么刚才念诗是什么？我们过去晓得我那边念的调也不同，福建的调也不同。这首诗你比如说刚才江教授念的湖南调，打开上的一次倒出来20克，就是倒一把你先吞下去，这一瓶归你用，一天两三次，你赶快治好。那么我们再证明一下，你们要放松腿的放啊，你请那弘忍法师用闽南的朗诵方法发音。同样这首诗刚才江教授江老先生用的是湖南的湘潭的毛主席的小同乡那个调调，就是中国读书儿童读书都要朗诵的，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都是这样读书的。现在请弘忍师念这首诗，我来给你们解释了啊。先报告他用闽南音福建话啊，请念。在香沙龙一番一修在文山半地库，又来富贵官如波，你有心鲜桃树，嫦娥树干星莲藕，冬天金戈金花衣，槐花芒果牛皮细，转地英雄敬太医。好，这是闽南的发音念法。哎，你就懂得中国一个问题啊，中国文化，大家注意哦，你们作为大学者，我们中国了不起是，我在当年几十年来在哈佛大学一个教授，美国人访问了。
他提出一个问题问我，在台湾上40年，哎，他说我请问你，他当面向我背大学，用中文背，哦，我很服他。但是他的大学好是好，治国齐家平天下了，没有社会，缺了一环。哎，我说你错了，你完全错了啊！他说我这么说啊，我很汗水大家了。我说那个大学呢，起家就是社会，不是小家的，就是中法社会。譬如周家、李家，大仇都在一起，就是个社团，就是个党派，就是个社会。我讲过去五世同堂、三世同堂，现在大陆虽然到现在还是一样，就是个社会。啊，他说我明白了，这是一点。他有第二个问题问我，他说根据历史啊，世界上的历史，一个国家民族一亡了，永远不会翻身。你讲欧美的史上历史过去很多啊。哎，对不起啊，我知道了，小戴。他告诉我时间到了，叫我休息。我这个人讲这话来休息不了了。哈哈，这个，他中国的历史亡国多少次？哎，这很稀奇的事啊！我这一点都没有稀奇。那什么理由？我说只有一个国家统一。哦，他愣住了，什么统一啊？我说文化的统一，不是政治。哈，又是王者统一。你看中国王者统一，从秦汉以后，不止一个国家。经过的东方、亚洲、东南亚、日本、韩国、泰国这面的都是啊。现在自己反正搞坏了，搞破了，跟别人完全断，慢慢会恢复。我讲这个话，王子统一了几千年，女没有统一。年女是这一代，是20世纪。靠20世纪、21世纪再来统一，可能是这个新的路了。文字年语统一了，我早在美国讲过语言，我书上有未来的中文世界第二种语言，你注意，现在已经开始了。我讲了几十年不白讲，结果兑现了，我也老了，快要走了，死了。家姐讲老师啊，你说的对，我说我本来说的对，可几十年以后再兑现。因此讲到中国文化的王守，他女呢刚才请他两位朗诵这个诗，诗是要朗诵的，不会朗诵诗没有办法懂音韵。广东话9个音，闽南话8个音，有鼻音等等。我们现代国语3个音，平常去声跟平声连在一起的，这个是问题。不过年女统一呢，不在这个音韵上。现在刚才江教授说我这一句不懂，对不起啊，常德，你居然还叫我老师。不过我不是，我跟你俩是朋友啊，冒充老师吧。你8句都不懂内容，这就是中国文学了。中国文化在中国，我并不是说你非提倡古诗不可。你看古诗内涵，第一句“宰相沙龙一饭鱼”，你们都看了就懂了。就宰相也没有了不起，等于吃一餐饭完了，错了。
里头的文化典故好几个。宰相说沙龙这个典故啊，你们记住，这个是错了，不推开了，洪亮师要写了。唐朝一个宰相叫王勃，姓王，这晚唐的宰相，现在广播电台的播。当他穷的时候，在庙上读书，靠和尚拿来吃饭，这饭重要。所以中国的丛林和尚庙培养出来多少书斋文人、英雄豪杰。同时，中国的佛教庙子收养了多少孤寡，这是个社会，社会福利。所以中国过去唐宋几千年有没有社会福利，没有这个名称，有都在做了。我说你们现在讲社会福利、慈善机构笑话，中国认为这个是应该做的事，还缺个什么呢？幼稚的庙上做得多。王勃这些聂成虫在庙上读书吃了好几年了，对，老和尚无所谓，小和尚开他玩笑。和尚吃饭是打板的啊，你等一下叫那个武道士打板给你听，这里没有板，别把别把板打得很好听的啊，这样打起来叫吃饭的，有个信号也打中，叫做打钟板，现在丛林叫钟板。吃饭的时候打钟板，那小和尚开王勃的讨厌了，吃了那么多年还要在那读书，不肯出去考功名，整他了，自己中饭先吃了八百。王勃一到斋堂了，饭桌子都收了，一两百和尚都归为寮房看不见人，他晓得了，讨厌他。难过啊，写了两句诗在墙上。上堂已了过西东啊，惭愧设立饭后中。写了两句诗在墙壁上，空行李走了。这两句诗很有名，在中国文化史上啊，故事上也很有名。上堂已了，我到斋堂，大家饭吃完了，过西东，丛林是和尚会啊，寮房东两西两两边分开了啊，大家都回房间休息了。午饭以后，惭愧啊，在这里吃了那么多年饭啊。舍利是和尚梵文翻译代号，命证惭愧，和尚饭后打钟赶我走了。二十年后就宰相回来，回到这个庙上，回来到这个庙上，他没有记仇哦，没有仇恨，有的回来一看啊，和尚们也是换来了，老和尚也没有啊，然后转了半天一样，他说我走的时候还有两句诗呢。哦，这个当家和尚啊，这下晓得你的诗呢，在墙壁上写着，跟你嚯，用最好的玻璃状沙子裱在那里啊，因为走了宰相，他看到了，笑笑，下面接上写两句。二十年来尘扑灭，而今方得比沙龙啊，讲人生。二十年的辛苦，功名考取做到宰相，回到庙子和尚拍马屁，把他过去写的烂诗裱出来在那里，所以一首诗，上堂已了过西东，
惭愧设立饭后中，二十年来成破灭，耳真方的比沙龙很漂亮，他就给他裱起来。一饭语呢，第一句啊，我解释宰相沙龙是第一句，就是这个典故。说青史喜欢用典，不是喜欢青史中上面历史好多经典故事，他把它浓缩变成文学，这个厉害了。所以变成好像看起来用典故，不是用典故，读书读了一看就晓得这个是什么一回事。宰相沙龙一饭语是讲他这首诗是虚语讲吕崇阳的诗，吕崇阳黄粱一梦，吕崇阳考功名嘛，考功名在邯郸，湖北的邯郸唐山那一带，饭店来吃饭，碰到一个老头自己在煮饭，黄粱还在烧饭，结果呢吕崇阳就靠在桌子睡觉，疲劳菜饭还没有来，睡着了，做了一个梦，考取功名，功名富贵做宰相四十年，最后垮台被杀，一下醒了，一下醒了看对方的那个老先生黄粱饭还没有熟嘞，所以叫黄粱一梦。黄粱，粮，北方的粮食啊，北方叫什么？就啊，不是高粱煮的饭。是宰相沙龙两个故事变成一个文学，一番语，人生功名富贵，刹那之间骗人。秀才文选是半句句，我们这些读书人学者写书做文章报纸的发表，一半是为了都吃饭了，什么叫做学问？当教授拿博士干什么？拿这张文凭为了吃饭，为了生活，一毛钱都不值。是秀才文选文章选出来，一半是肚子饿了，为生活，什么叫学问？讲的秀才文学。所以下面两句不用典故了，由来从古以来富贵虐日梦啊，名句由来富贵虐日梦，未有人写不读书啊，你看沈学传上的沈学啊，这些高僧禅宗的祖师每一个文首都很高的，现在参禅，哎呦，两个大字简体字都写不好的还参禅呢啊，所以禅宗连一部五灯会员自约录都解释不清楚了，未有圣贤不读书。好，下面两句你又看不懂了，什么叫长无呢？考试棚，考场，联考那个考场，古代正考棚，这个地方叫长无。什么叫这一年呢？啊，就是应付考试的那个书。古人考试也应付，每一次考完了，前面考取的那些考的，把它集中印一本，结拢来的。啊，江上台的文章，魏征诗的文章，周瑞征的文章，怎么考取正式秀才，考得取的啊，或者生界文章，都把它集中在一起。长无纪念，这些书读多了有屁用？别什么，请卖旺，什么人卖旺？书虫，代号有个名称很漂亮，叫卖旺。杜鱼。光吃书的那个白白的小那个叫斗鱼，有个最漂亮名字叫卖旺。储书印书出版有屁用啊，给书虫来吃，是长无之年请卖旺。什么洞天真告呢？道家的书，陶弘正修道的书，正朝那个神仙
叫洞铁真告，等于说密宗的祈祷文，写的佛教的忏悔文，发菩提声文啊，这些东西。洞铁真告入华虚，华虚是道家的。我说中国传人类文化，一个白拉多的理想国，当然是讲西方咯啊，就是即使不是了，白拉多后面。中国道家上古文化里，华书之梦，皇帝先问皇帝梦到进入华书国，天下太平，绝对太平，等于西方极乐世界，这叫华书国，是个理想国啊。儒家的大同理想，《礼记》上大同篇，柏拉图的理想国，那这三个都是空洞的。都是乌托邦，是洞铁真告入华虚。什么叫槐花芒果柳皮？是过去靠功名，一年夏天到夏天五六月间到初秋这个该都烤的槐花开了的时候啊，烤素材啊，夏天都是。夏天的暑假期间考试，等于现在联考一样。牛皮下一场是考正式，就拿那个花开了这个季节台，槐花芒果牛皮是一般人都在考功名，进大学拿博士，还有屁用？他李重阳拿不起，赚了，只有他赚了，请神仙了生脱死。超凡入圣，是用一个字正，就是刚才弘忍师念的名那样状，我们浙江温州话也是这样，钱赚来叫正钱，正来了，赚来了，只有他赢了，只有释迦牟尼佛啊，女神啊，请谁请佛，正得应受，正太虚。正道空性，请谁成佛，才是大英雄啊！读书有屁用，就是一句话。最后一首诗。那么刚才为什么引出来叫你们这几位修自然博士？这两本书要读，结论，不然你们读过读不懂的，你非要读懂不可。内容啊，如来富贵念入梦，你现在跟到江教授说这个未有省事不读书。好了，我讲得太长，大家太累，先休息一下再来啊，放松啊。啊，你们听过毛老头子的家乡话念书念得最标准了啊。不要扎上会凉，等一下，我贴。现在是在换气啊，大家注意那个风啊，换气啊。